大家好，我成都糖糖。大家都说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四川人说普通话。我有一个很喜欢的明星叫做杨迪，他呢也是个四川人。他在之前发过一张和他妈妈的聊天记录的视频，那真的是把我肚儿都吓着了。那抓那抓是不是？杨迪，你是不是叫我读那抓？我抽的成龙酒店这儿路上一路上都不得信号。四川话就是那抓，普通话那抓，四川话那抓，普通话那抓，读对没有？读正确没有？所以今天晚上我决定，我也想要用哪吒这两个字去问一下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弟弟，我倒想听看他们的川普将要把哪吒这两个字如何演绎。我现在把这两个字已经写好了，我要出去问问他们。好了，我现在出来，我要拿着这两个字去问妈。啊？他们不出镜。我问你哈，你看这两个字，这两个字读啥子？你要用这个四川话咋读嘞？啊？哪吒。哪吒？哪吒嘛。然后你用普通话说啊？你用普通话说。哪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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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吒呀，哪吒，哎，哪吒，不行，哎，你爸咋说？重新来，我爸不准开枪。你妈，你先说这个字，你啥子？好生说普通话。哪吒，哪吒，还有没有？就这一种答案是吧？哪吒，哎呀，我刘老三，来你说，普通话。普通话呀，哪吒。哪吒，哪吒，哪吒呀，哪吒，来我爸你说啊，普通话说哪吒。哪吒，哎，你还有点凶嘛，你这个普通话是有点标准嘛、啊、这两个字念哪吒、哦、啊，为啥要念哪吒呢？小哪吒的嘛，小哪吒，因为哪吒，哪吒，那你爸给你看哪吒是不是看电视？哪吒太搞笑了，那妈妈没看电视，我咋个晓得嘛？太搞笑了！哎，你个娃儿，你用这些东西来考我？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四川人说普通话。然后再问你火锅咋个说？火锅，老子，哎，你是不是洗我脑壳里面？火锅，火锅，好了，就这样吧。你不能洗我脑壳哈！拜拜。